场，你要稍后片刻，稍后片刻，你要让我们评审老师稍微讨论一下，来自于我们最后 Lucky Final 的结果，最后的冠军得主是。2000块钱，同时之间呢，即使是亚军，我们也是为您准备了一个非常别致的一个奖牌。是我当初看到这个奖牌，我还以为是一个学位证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有质感的。恭喜我们苏文获得我们的拉丁组的一对一赛事的亚军的部分，恭喜！没错，我们也请我们三位评审老师，加上来自我们新北市板桥区体育会的主任委员王新清、王楚伟，恭喜！看完中间镜头，三，哦，拍完了是不是？还在三而已。恭喜我们苏伟，谢谢。接下来恭喜我们的北考老师获得了我们2020五洲杯的拉丁组的冠军。恭喜你！没错，冠军呢也是独得奖金8000块钱以前的冠军奖牌，没错啊，是的。同时今天呢，我们也要邀请我们的颁奖人，也是来自我们的无动极限时尚休闲馆的主理人，我们请出马达，恭喜！来看中间的镜头，3、2、1，谢谢，恭喜，也谢谢我们三位辛苦的评审老师，谢谢，也恭喜我们的北高老师啊，实至名归获得我们的冠军。小刚，小刚。